主料：小麦面700克，上海青1000克，香菇200克，粉丝200克，酱油香干5块。辅料：麻油、盐、是云生高汤2勺，鸡精1勺。准备时间：1到2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用上海青的叶子榨的均和的面，开水和面，用筷子搅一下，停个10分钟，等凉切。两种面准备好了，先放30分钟。这是要用的材料，上海青用开水烫好，香菇和粉丝、酱油干子都剁碎，上海青挤净水也同样剁碎，放入盐、鸡精、十三香、麻油，高汤拌好。这是擀好的饺皮，不太圆哦。包好后上开水锅蒸15分钟，搞定了。烹饪技巧，下次买面还是买成袋的加工面，面明显白多了。不过这种发黑的小麦面虽然颜色差色，但可是原生态的，更健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